非常感谢同学呢，再次收看我们空中教学的节目。我们这门课程是策略管理，今天要跟同学探讨的是功能策略第十一讲。那么在现场呢，我们请到的是国立台北商业大学企业管理系的江子安老师，和同学一起讨论。江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好，同学，我们今天呢，呃，功能策略呢有一些主要的一个探讨的一个标的。 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功能策略，什么是价值链。第二个，那么事业呢，提升经营效率有哪一些方法？第三，我们会探讨事业呢如何来进行全面的品管。那么创新能力发挥有哪一些不同的途径，以及呢，事业是如何来改善对顾客的回应。 在企业内部环境分析里面呢，我们曾经谈到说，企业可以审视内部的资源、能耐，然后呢，发展出我们的核心能力。那么，依据这个核心的技术来建立策略，啊，并且呢，来塑造企业的竞争优势。那么，这个企业的各项功能策略呢，就是在这样子一个竞争优势跟策略的啊导引之下。 那么我们可以用经营效率、全面品管、创新能力和顾客回应这四个构面呢，来做一个包装。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塑造我们在产品、啊、呃、在服务上面的差异，或者是营运上的一个低成本，那么来形成我们，呃希望的一个竞争优势了。那么在本讲里面呢，我们会先以价值链呢作为我们一个分析的工具。 然后呢，我们来剖析我们内部的主要跟资源的一些活动，然后再探讨功能策略一些实质的内涵。那么我们呢，就先看一下啊，我们这个图。那么这个图呢，就是整个企业功能策略的一个建构了。那么在这个建构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上面呢，是我们企业所拥有的资源。 然后呢，下面呢是在公司里面的个人跟组织的能耐 （capability）。所以在我们的 resources 跟我们的 capability 的结合之下，那么我们就创造出了我们的核心能力。那么这个核心能力呢，可以塑造我们的策略。那么在功能在部门上面呢，比较重要就我们的经营效率了啊，我们的全面品管、创新能力以及呢。 顾客的回应，啊，然后呢，这四项啊来，呃，来包括我们的策略啊，那么最后呢，可以达到竞争优势啊这样一个目标。那么另外，在企业功能分析里面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价值链啊，就是我们的 value chain。那么因为一个企业创造出来的价值呢，是由呃购买者愿意对这个产品或服务呢支付的代价来衡量。 如果说企业创造的价值创呃超过了啊、呃、我们执行时的成本，那么企业呢就可以获利啊。那么这个呢是有别于过去呢我们传统从会计啊成本啊这些角度来剖析的观点。那么过去呢习惯是用成本，那么我们现在呢可以思考用价值来解释啊。那么关于价值链的意义呢，我们请姜老师呢跟同学做一个分析。好的。 呃，我们来看一下价值链的一个意义。呃，由美国哈佛商学院，好，呃，战略学家 m e p o r t e r 他提出了价值链的一个分析的方法。他把企业内外的一个价值的活动分为基本活动与支持性的活动。基本活动涉及企业生产、销售、进料、后勤、发货、后勤、售后服务；资源性活动则涉及了人事、财务。 物料研究等，这两种活动构成了企业的价值链。不同的企业参与的活动中，并不是每个环节都能够创造价值。实际上，只有某些特定的活动才能真正创造价值。这些真正能创造价值的活动，就是我们所谓价值链上的战略环节，也是企业要保持竞争优势的所在。企业运用价值链的分析的方法。 来确定核心能力，以塑造和巩固企业行业内的一个优势。在了解价值链的观念后，即可借由检视何种内部功能会产生较高的价值，这些价值是否有助于公司核心能力和竞争优势的产生？如果企业现有的各项活动无法有效带来竞争优势，能否由外界提供资源？ 与其他企业能否借由联盟和合作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所以，经由价值链的分析，可以帮助经营者更深度地了解企业的核心能力和各项功能策略的建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驾驭移动价值链。驾驭移动价值链，产业中存在的价值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随着环境的改变。企业要深谙其中价值法则。 组织可借由四种方式来影响价值的移动，并能以驾驭拥有影响价值链移动的效用。其法则，其影响方式如下：一、成为无法被取代的业者，在产业中致力于维持或取得相对优势的企业，不仅需耗费大量的资源，强化自身不可取代性，对于长期规划更是要挑拓框架。 从价值链的视野来看待市场竞争，并掌握优势，成为不可代替代的呃不可代替者。二，成为品质守护者。虽然无法预测消费者如何看待产品的感受，但其深受品质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品牌价值的创造创造高度攸关高高程度的高低，而公司想要巩固自己的价值。 高品质的诉求为不二法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表十一之一业者移动价值链的策略方案。呃，此部分可分为现有业者的策略与新加入者的策略。在可取代性的部分，现有者的策略可以防止他人取得系统整合者的角色，避免开放标准。 在新加入者的策略部分，可以成为抢手的外包者。第二，品质守护现有业者的策略，以顾客经验为基础来打造品牌，肩负最终的产品的责任。在新加入者的策略方面，则是运用品牌临近性来进行操作。第三，顾客需求维持对顾客需求的掌握，预见终端顾客的一个变动。 在新加入者的策略方面，则是设法改变谁是顾客，顾客想要什么。第四，在成长管理方面，现有业者的策略可以追求成长，但不牺牲策略的控制，利用规模优势来维持供应商网络的一个封闭性。在新加入者的策略方面，则是充分掌握现有业者外包的需求。 那我们谢谢江老师呢，跟同学做的一个说明啊，让我们了解了价值链，以及呢，我们如何呢在产业里面呢驾驭我们的一个价值。那么现有竞争者跟我们市场的一个挑战者啊，他策略的一个不同。好，那么接着呢，我们来看这个经营效率。那么经营企业呢，是在进一个从投入到产出之间的一个过程。 而所谓的效率 （efficiency） 呢，就只说产出跟投入的一个比值。那么效率提升呢，就代表所需要投入的资源少，而产出的水准呢是高的。那么一家有效率的公司呢，它的竞争力呢也会比其他的公司呢来得好。在经营效率的内涵上面呢，我们跟同学介绍的就是生产效率和人力效率。那么我们先看生产效率。 那么效率呢，最容易反映的就是在生产制造上。那么生产的效率要如何提升呢？我们可以从下面几个思维，啊，来思考啊，就是我们的规模经济，啊，我们的学习效果、经验曲线等等。那么规模经济呢，在我们总体策略的时候已经讨论过了啊，所以我们今天是谈学习效果。那么所谓的学习效果。 就是指说经由实际的重复操作学习之后所获得的成本和费用上的一个减少。那么学习效果呢？它重视重复性的作业跟学习。那么这样子呢，就可以使个人的行为呢得以提升，并且呢可以直接的反映在我们的经营成本上。学习效果呢，我们可以结合规模经济啊。我们看下面这个图。 那么在它的横轴呢，是它的产出，啊，同时呢，呃，也代表在不同时间啊，它的一个呃经营。那么它的纵轴呢，就代表它的单位成本，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上面这条线呢，就是 T1，它是规模经济，从 A 呢到 B。那么随着你的产出不断的呃扩大，那么你的单位成本呢是能够降低的。 啊，所以从 A 到 B 这一段呢，我们称之为规模经济。那么 T one，然后呢变成了 T two，就是整个曲线的往下移。那么这个呢，就不是规模经济呢所能够带来的效果。那么这个效果呢，就必须要靠每一个员工他的一个学习啊，然后呢才能够产生一个质变啊。所以我们说，规模经济呢，它是一个量的一个改变，而学习效果呢，才是真正品质的一个提升。 啊，所以能够将整条曲线呢，从 T one 呢，啊、呃、降到 T two，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规模经济和学习效果。那么当企业呢同时拥有，啊这个规模经济跟学习效果之后呢，就会产生了一个经验曲线，就是 exp experience curve。那么因为当企业同时受益于规模经济和学习效果之后呢，随着时间，随着产出。 那么就会造成每一个单位产品成本会随着我们的生产量呢而逐渐的下降。比方说一家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呢它是生产某种产品啊，这个生产的数量越多，那么工厂的同仁呢就越了解，越知道应该怎么样来做，啊，从他的经验里面啊所获取到也越多。 那么如此一来呢，在往后的生产之中呢，工厂就可以有目的的，而且呢比较准确的来减少这项产品的成本。而每当工厂累积大量的呃数量之后呢，它的生产成本呢就可以降低到一定的百分比。那么这个百分比的数字大小呢，会因为产业的不同而有差别。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下面这个图。那么这个图呢，我们就可以。 看到了，当我们的产量是在四百个单位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单位成本呢，每一个产品是两百块。如果说我们的产量呢增加到八百个单位的时候呢，我们的单位成本就可以降到了一百四十块。如果说呢，我们的产量呢扩大到一千两百个单位的时候呢，我们的成本呢就降低到了一百块。所以，我们综合一下呢。 降幅大约呢都是原先水准的百分之七十，但是这个经验曲线并不是说永久无止境的等比例的一直降下去。当我们的产量呢再提升到一千六百个单位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单位成本的降低呢就是非常的有限了。然而我们要注意的是说，企业不可以完全依赖经验曲线啊，因为。 呃，有一个公司呢，可以借由经验曲线来降低成本，但这个曲线呢，它是有一个极限的啊，不能够持续大幅度的一再的降低啊。同样的呢，另外一个公司呢，也可以如法炮制啊，逐渐的来追。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各个公司呢，它的成本优势呢，都不可能长期拥有啊。那么另外呢，这个、时候公司就必须要发展出新的技术，发展新的产品。 然后来创造出另外一个产品的曲线，啊，要开辟另外一个战场，啊，这样子呢才能够获得比较丰厚的一个利润，啊，好，那么这个经验曲线我们谈完之后呢，我们看另外一个就是人力的效率，那么员工的生产力呢关系到一家企业的效率，那么员工的效率越高，那么我们的成本呢也就是越低，而企业。 的人力呢，可以在团队的建构跟运作之下呢，发挥一个最佳的功能啊，所以呢，我们就有所谓的自我管理团队啊、虚拟团队啊等等。那么我们就先看一下自我管理团队。那么这个团队的组成呢，通常是十到十五个人。那么他们的工作呢是相互的依赖啊、呃、相关性。那么团队成员呢可以共同来规划他们的工作时程啊、呃，派遣任务。 那么，在完全自我管理的团队里面呢，甚至可以相互的，呃，凭绩效来决定员工的薪资水准，来聘用新进的人员和对不适任同仁呢做解解雇。那么这些呢都是可以由团队成员呢共同来决定的啊，因为在这个团队成员呢，他们已经具有相当的数值水准，所以呢，主管的重要性呢也随之降低。 所以在全美的各个大企业里面，啊，比方说像全路啦，啊 g m 呃，Pepsi 等等啊，他们里面都有很多像这样的一个自我管理的团队。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虚拟团队。那么虚拟团队呢，就是运用资讯的技术，将各地的员工，那么结合起来，共同呢来完成一个目标。那么有的虚拟团队呢，就会有所谓的虚拟企业。 虚拟的员工等等，那么他们也跟我们传统员工的上下班，在公司里面的刻板印象呢是完全不同。那么企业呢不需要有很大的办公场所，也能够创造出很高的效率啊。比方说我们所看到的网络券商、网络银行等等，那么这些的建制呢，都可以让客户呢不必去银行啊，不必去券商呢，也能够。 办事情也能够下单，那么这些呢都可以大大的提高我们企业的经营效率。好，那么接着呢，呃，我们会谈到创新能力啊，那么这个部分呢，请姜老师呢跟同学做一个说明。呃，各位同学，大家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是创新的能力。如果要让全世界的执行长列出他们的心愿，那么获得更多更好的构想，一定会在他们的清单之中。 这就是我们谈到企业创新的能力，是否能制造出更多的新产品和服务？而所谓的新，就可以区分为三个层次：一、发明，这是一种突破性的重大的发展，与现有产品有全然不同的；二、创新，针对现有的产品在功能上做大幅度的翻新和发挥；三、更新。 从旧产品的性能和用途上做小幅度的改善。然而，不论不论何种形式的发明、创新或是更新，企业都必须有源源不绝的创新能力。发明大王爱迪生，他塑造了自己发明英雄和孤独天下的形象。然而，他最伟大的发明却是建立了世界的首座专门从事创创新发明的实验室。这座实验室。 后来证明，只要在适当的组织结构下、制度下，就能源源不断地推出新的构想和产品。他创造了一个环境以及思考和工作的新的方法，让组织员工能够不断地吸收新知，并利用这些构想创造出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事实上，证明也是如此。 该实验室运作下来，平均每十天可以推出一件小发明，每六个月则推出一件大发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创造力的三要素。企业要如何刺激员工创造力，可以运用创造力的三要素模式来激发，而且经过实证显示，该模式包含了专业技术。 创意思考的技巧和工作本身的激励三项，所要求的程度越强，则激励员工的效果则越好。好，其架构图，请看我们的课本。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专业技术的部分。专业能力和技术是所有创新的根本，因为我们不会期待不懂城市设计的人能够精良的设计出资讯系统。 所以，当员工在工作领域都具备了相关能力且十分熟练时，才能充分发挥创新的能力。二，创意思考的技巧，这是第二项要素，它包含了创造相关人格特质、推导的能力和由不同的角度思考的方式等。除了个人的属性外，组织也可以创造不同的多元化的思考空间和环境，鼓励员工。 创意利用团队力量，激发更好的一个创意。三、工作本身的激励，这是第三项要素。员工的创新创意如果没有制度上的激励，以及系统上的支持和鼓励，则无法长久。所以，企业可以在公司的升迁奖励与创造力相结合，才能维系源源不断的创新能力。 我们谢谢江老师做的一个说明。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哦、这张图，啊，那么这个图呢所显现的就是创造力的三要素。那么在这个图上呢是有三个圆圈。那么在它右上角呢就是我们创意思考的技巧，啊，这个是公司呢可以推广或者是说呢可以实施的。那么在它的左上角呢就是我们工作上面的专业技术。 那么在下面是公司的一个制度，啊，就是公司呢必须要对于我们所提出来的一些创意也好，或者是说一些新的一些创建，能够有所激励。那么这三个的交集呢，就能够形成创造力，而这个创造力呢，才能够真正的将我们的创意思考呢，能够付诸实现，然后呢产生新的产品或者是新的服务。 好，我们接着呢来看另外一个课题，就是全面评管。那么全面评管 TQM 啊，这是一种管理的思维和哲学，它是透过组织里面所有的阶段，然后呢来做的改善，然后来达成顾客满意的目标。企业在执行全面评管计划的时候呢，必须先对我们的流程呢来做一个改善，来达到合理营运。 啊，功能紧密结合的一个效果。那么全面屏管它的运作啊，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要建构组织里面对于品质的承诺。啊、呃，我们知道 TQM 对企业的注意呢，事实上是有限度的，除非是组织里面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接受，而且亲身的实践它。高层的管理者有责任运用。 他的职权宣告品质在组织里面的一个重要性，而且呢，让各个部门呢通力合作来完成全面性的品质管理。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寻找出品质衡量的方式。在全面品管里面，另外一个重要的议题啊，就是我们要寻找出品质衡量的准则，以便公司呢在推动全面品管时呢。 是有依据的，那么这个在制造业里面呢是比较明确啊，我们可以用业界衡量品质的一般标准来作为衡量的准则。虽然在服务业上呢比较困难，但是呢仍然有很多的方法，比方说，呃，公司可以用每千名顾客背离的数目、每千名顾客结算表的错误率、每月顾客的抱怨数目。 卖场布置、维护的指标等等，虽然我们讲项目呢是有不同，但是呢都是以顾客为中心啊，从顾客的观点来看品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容易抓到问题的重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会设定目标来创造诱因，在品质衡量准则被定定了之后，接着呢我们就是要设定一个具有挑战性的。 啊，一个经营目标和达成它的诱因。那么整体而言呢，公司有全面性的品质目标啊和激励的制度，在各个部门或者是品管小组里面呢，也应该设定出部门或者是小组的目标和奖励制度。比方说，国内的各个资讯科技企业里面的员工分红制。 啊，就是分别从企业整体和部门绩效上面来着手，那么加总呢，就可以计算出啊公司成员的工作绩效和他所应该分红的奖金了。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品管小组的运作。那么品管的机制啊，要能够确切的落实公司里面各个部门呢。 可以借由成立品管小组，然后呢来达成，因为这个小组的成员呢所面临的都是第一线的问题啊。如果能由他们来做一个系统性的研究，提出解决的方案啊，这也是一个最可行的途径。但是公司呢也必须要设计出一套配套的制度啊，授予相当的权利啊给那个品管的成员，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落实。 那么第五点呢，就是建立与上下游之间的品管关系。公司虽然是做好了全面性的品管，啊，但是如果说我们的上游，呃，协力厂商呢，不能够同步的提升品质，然后呢，还是提供比较，呃，劣质的一些原物料或者是关键零组件。 嗯、呃，或者是我们的下游的经销商、零售商，它的服务品质呢还是不佳，不能够将产品的优点呢充分的展现，然后告知消费者。那么像这些呢，都会影响到企业经营的成效。所以呢，企业必须要对他合作的厂商呢，要做到下面的一些措施。第一个，要将合作的厂商数目呢要降低。 低到可以管理控制的范围之内。第二，则是对于合作的厂商呢，要做出一个承诺，签订一个比较长的契约，建立一个稳定的合作的关系，来促使对方呢建啊进行一个品质的提升啊。那么上面呢，我们谈的全面的品管 t q N 之后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最后一个课题就是顾客的回应了。 那么，为了要达成比较好的一个顾客回应，啊，所以企业呢必须要在适当的时机，提供顾客呢所需要的优良产品或者是服务，来获取顾客的忠诚，并且能够妥善处理呢他们对于公司的各种反应、各种意见。要能够达到真正的重视顾客、倾听顾客的声音呢，我们可以从下面的几个方面。 来着手，啊，就是满足顾客的需求，尊重顾客，重视顾客他的意见。那么像这种的一种承诺的建立呢，应该是来自于企业的高层，而且呢，透过一个强势的领导和文化呢，来做一个确立。啊，比方说我们看啊，有一些呃披萨的一公司的一些创办人啊，那么他们每个星期呢都会。 访视公司的各个门市，啊，甚至说呢也会亲自来送几份货，那么之后呢也会跟顾客呢保持一个近距离，倾听他们的声音，并且呢要求公司的高层主管呢也必须要如此，啊，所以高层主管呢，他们也要定期的品尝自家的披萨，并且呢跟别家呢来做一个比较。 呃，作为检视，说我们在口味啊，在服务上面的品质是不是有改进的一个空间？啊、呃，要让员工呢，将顾客呢作为他们行为诉求的一个焦点，啊、呃，只靠领导啊、呃，这个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改变员工的想法和观念，不论是什么部门，是行销、研发、业务或者是制成，那么我们所有的计划跟行动呢？ 都必须要以顾客的满足作为我们的中心。那么，企业应该在客制化的产品之上呢，加上一个贴心的服务，来增加产品的附加价值，使它成为呢具有不可替代的一个独特。而这个附加价值呢，我们有三个步骤可以来做到。那么，第一个呢，就是了解顾客的需求啊，就 understand the needs。 第二个是提供啊顾客的需求，provide the need，然后第三个呢是产生个别的悸动啊，就是 with personal touch 啊。如果说能够做到这三点的话呢，那么我们顾客回应呢就可以做的很具有特色了。啊，谢谢同学的收看呢，啊，我们时间到了啊，下次同一时间再会。